四皇子，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了。计划不变，但是姐，你先让他们把我松开呗，我都被关了好几天了。我是你们这帮废物，我姐厉害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欺负我、绑我，等我出去一个个全把你们弄死！你们这帮垃圾！ 我告诉你们这帮废物们，我剑客厉害着呢！你小心老子出去干死你们！你们俩先欺负我。现在我们可以聊聊。计划不变，但是你们得听我的。